运动员郭俊池、杜海星。27号台，裁判员陆月。运动员夏里奥、胡龙。28号台，裁判员张帅帅。运动员王一楠、康叶炳。29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锦思雅、刘磊。30号台，裁判员张月秋。运动员乔小龙、李宝杰。31号台，裁判员王琦。运动员贾瑞玉、石鑫。 TV 台，裁判员张欣欣。记录裁判员耿思林、张哲。运动员俄罗斯选手弗拉基米尔马。菲律宾选手巴塞斯马潘迪。现在比赛开始。你好，你好，巴塞斯马潘。你好，弗拉基米尔马。请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弗拉基米尔马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呢，是由画面左边来自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马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菲律宾的巴塞斯马潘迪。这场比赛是败部的第五轮，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比赛限时80分钟，奖期。第一局，比赛开始。第一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过线没有问题，但是两边中带没扎进。中间5号球单色左边中带啊，想顶一下，顶正一点，但这球差一点点刮包边吊带。上方来看一下，还是上方7号，左上方推两库高杆，然后右中的16衔接，啊，太薄了。花色
下方石。准进之后呢，看左下十三有的话，稍稍往上顶一点点啊，中低杆一顶，然后反向的十四右下就够了。这时候可以把百秋值取掉。好，再来看15啊。这里呢，带右塞第一杆可以 K 黑八，好的，带开。带开之后呢，看这杆想法。这里边从现在画面来看的话，十四的用处是不大的。这个位置不算好。打完之后，白球往左边走，中带这边还有一颗十一。啊，薄一杆，先打。没有问题，继续看看角度怎么样。不好，直接往上走的话，就用低杆往左边缩一些，把这个十二号呢角度较好。还是有些向下的角度，看白球啊。两库高杆，角度还有点大。十二号中杆横向推弹起，九号同带。稍微有点轻啊，这球。那么要从右上方去钻缝隙了啊，钻一个七的右上缝隙。稍带一点低杆的右塞，钻两库出来。从一七的缝隙再往左下方调这个八号球左下。蹭到还有的打，没有直接打进。我下方这个位置来看啊，可以打红三推弹起，二号流向上，然后右边中带呢先把四打了，通过四来去调这个一六，因为这里边呢能看到黄一，也可以叫左边的中带。角度有，继续中杆轻推向上，四号留一点点向上，再一推弹起，把一六解决掉，七号带口。来看四号球，轻推。反向把黄一叫直，
黄一打进，然后六右中，七右上。八号呢也是带口球，第一局巴塞斯马潘提胜，比分1-0。Thank you。第二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上方右上，有球进。来看看上手选球。下方的两中还比较好选啊，左边五，右边黄一。能看到二号在右中上方是一个半贴库。拼了一杆，这杆球很准啊。现在这个位置左下还不好打。上方可以打13再调一杆，走一个正常47之间的缝隙，稍稍带一点中杆左塞。然后下方呢12-9，左边下方包括15。都可以交位，看白球力量有点大，叫到了一颗14。那么再来看14，杆法稍低点儿，上方的 K 停。啊，这位置右中又是被挡住了。看看12号右上。
10 seconds. 5. 还是要传。4. 3. 传进。再推两库出来，15右下。这就蹭了一点点，还有的打，但是太薄了。可以继续考虑两库调八号右中。这个位置就是薄过去之后呢，先看能不能避开黄一。顶到，顶到之后左上有的打，准一杆。第二局，拉塞斯马潘底射，比分2-0，开始计时。Thank you。第三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右中，红三炸进。这个白球位置左边有一颗中带啊。花色比较好上手，好，先下来。我叫到这儿的话，可以用9再调一杆啊。推弹起之后呢，留一个12可以向左上的角度，后面留14往下推叫黑八。再推11左上不好单独叫的话，可以叫一个传15都可以。中带没有打进，那这杆没有打进的话，来看看巴塞斯马潘迪。黄一左上有一帮，
10 seconds. Extension. 还是要传一杆。双下不是本意啊，想要停带口。那么再看防守，白桥尽量的放到六的右下方，主要挡住左上的进攻。10 seconds. 5. 好，看白球位置。14。这杆来看一下。Extension. 14，左上。还是有点厚。我们漏了一个六号球。这里看看白球的想法。首先六号有的打，好，先第一杆横过来交到五号。这里来看白球啊，打进下方继续。那么这里边二号奔右上是没问题的，稍稍推一点点左塞。好，再往上推，不要叫直。准度。看白球啊，高杆就可以从左边下来。好，再看八号。没打进停带口，那么左上方。缝隙之间，右下。
第三局，巴塞斯马潘迪胜，比分3-0。Thank you。第四局，巴塞斯马潘迪克球。中单也是差了一些啊，没有扎进。看这个白球，左上花色带口，下方两中花色，花色是比较好上手，但是左上方还有一颗12号被挡带口。这边来看看想法，把对方的4K 走，但是白球小心啊，不要带高杆，稍微打薄一点。好，顶开，顶开之后来看看右边中带是有的，往下推可以叫黑八下方的10跟11左下。好，打进一顶再来啊，继续把15打了，轻轻的带一点点低杆弹起，右边是一向上，角度合适呢，直接就叫上方12号，然后左边中带14下来。稍带低杆啊，看白球再走，有点偏直。白球最好是能够出来啊，不要去离库边太近。还可以啊，这位置呢杆法稍低点，2号上方直接低杆横到右边，要推吗？这球推下来的话右中是没有的。看白球，好，轻推了一杆，看看右下，
第四局，弗拉基米尔马胜，比分1-3。Thank you。第五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犯规。有球炸进，但是白球吊带犯规了。选球，上手的话，中带这边花色。摆了一个二号球。还是十号。Ten seconds.Extension. 这球 K 到之后呢，来看看右中这边怎么样。十一还有打，还可以。九号左边是 K 出带口来了。不好打中带，那上方十四，吃库切利，右上角四号这个带口。没有问题，看白球，好，先看左下方啊。没有动。还是左下，一推顶，右边走的稍稍有点过，这球还有它薄，可以稍稍带一些左塞的一杆轻搓啊，旋转可以稍微大一点，吃库之后呢，往左上走多一些。没问题，中带交道，这球呢并没有叫的向下啊。拿九再调一杆，看白球
右中。还是轻。我打十一这边来看看白球，下方钻缝隙上去，再挑十三左下，要打十三。好，白球位置轻了。中单的跳球，犯规。犯规了，可以去摆一个四向上 K 黄一下方的一半，然后左边有红三。黑道好，继续黄一推一点点左塞高杆下来，把左下方二这边叫到，然后右边呢，七五，继续啊，稍微带点低杆往回缩一点点。再来打进七啊，看白球拿五再调一杆，再来继续啊，稍微带点低杆往上一走，左中。第五局，弗拉基米尔马胜，比分2-3。
第六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中袋没有炸进，好，来看一下选球啊，右中有一颗花色，左边下方一点点的这个红三单独打还不好打，想打单侧的话就只能是三号借十五。10 seconds. Extension. Seconds. Five, four. 接了一杆，好，接近之后呢，左边再来看啊，还有一个二号。中低杆往上走一点点。黄衣又上下来，再来黄一，好，蹬过来左边，有的打，这角度来看看啊，对，要尽量往左边推。下方再来一杆，把左下这边打进，然后右下留个角度，不要太大。看看这个角度，向右的，那这个位置中杆可以往右边蹬一些，五号打左下。角度还有点大，那就正常的中高杆轻推弹起，左中黑八。再准一杆，第六局，弗拉基米尔
马是比分3-3。第七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没有扎进。好，上方来看一下，左上有花色。右边中袋这里有一颗六。先看一下选球，14，哎，横过来，看这位置，把左上10打了，这个位置是支持你接力的，然后右边还有13可以衔接。要打15，要顶红3。没打进。那放到这儿的话，来看一下单色。单色左上方2号球有一打，这个带口是可以单打或者接力的。比赛时间已过半 ，Half time passed。10 seconds。Extension。2号球，这个位置呢是要薄一杆啊，左边的中袋，太厚了，可以到11。那么这个点位的话来看啊，9号有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先传一杆的。然后再看看后面处理啊，11其实没必要留。目前能看到就是8号左下角、右中啊，这两个带口是最好打的。传一杆，然后看这杆啊，下方要打的话就是9-11，不动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把上方10打了，
支持借力的。没有问题，但推的稍稍有点过啊，再推十三，然后左上。继续，把左上打进，这杆再看看白球位置，再来十一，打进避开红三，露出这个九，就可以去很好的调八号右中了。第七局，巴塞斯马潘迪胜，比分4-3。Thank you。第八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开球时机，这杆呢没有扎进，而且过线不够。Illegal break。没过线，没过线。继续击打，右中，选到单色啊，
这里来看一下，右下方还有五，啊，找机会要调一个缝隙之间的四。白球过来，四号来看看右边的中袋，有下高杆，尽量往右边推过来。打薄没有打进，有这球四号又回来啊！回来之后呢，左边中袋来看看有没有漏这个十二号。下方要打九。Ten seconds。Five, four。推防了一杆。那放这儿的话，右上方有一颗七号。这杆球要准度，而且上半台还有花色。Ten seconds。打薄没有打进，来看十四，左中。厚了一点点，没有打进。好，右上方来看六七。继续，右上方再来，中杆直上直下可以调黄衣的左上，这边也在比量这个二号中袋的角度，这个位置是支持你打左边中袋白球绕三库去兜一下黑八，把八号往外边去 K 一 K 的。看这杆啊，
稍稍带一点左塞高杆啊，三库一兜 K 八，同时呢下方再看看四号的角度，可以倒，但是可以倒的是个薄边，上方需要再来拼。好，再来，左下方还有的打。同时看白球啊，发力右边两库向上继续兜。可以到，非常好，左中，第八局，弗拉基米尔马舍比分4-4。Thank you。第九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右中炸进，这杆还比较好选啊。右上方有个带口的单色，左边中带有花色。上方单色。5-4 extension。选到。好，左边中带继续啊，黄一。重点来看看角度啊，稍微有点大，这杆球呢杆法可以稍低点，直接奔着左边中带去调一个二号横向的薄球角度，然后薄进二号呢再出来下方7-3。
往下走的稍微有点多。看右下方角度，有一点点向上，可以继续中低杆往上走较七。稍轻，强行的去保一杆。10 seconds。白球，哇，非常悬啊！右下角再来。准。第九局，弗拉基米尔马胜，比分5-4，开球清台，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Time out for 5 minutes。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大师经典，分华失利；大将运金，卓越品质。大显神通，一定乾坤。选台地，掌球技。天要求杆，化一切为可能。穿越了，可有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此杆甚好。哎呀，当天化戟，掌玉在手，好球就有。果然是好根儿，能打好球啊！超级蓝钻皮头职业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
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冰塑胶边具有国内胶边很难做到的特点，冰塑胶边的硬度达到了45度，使反射角高度接近入射角。冰塑整条胶边误差小于20丝，因而各部位酷性一致。欢迎各品牌厂家使用冰塑胶边来提升台球桌的专业性能。好胶边冰塑造，好胶边冰塑造。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韧性好，弹性持久，颗颗精选，粒粒碾压，严格质检，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超级蓝钻，祝您夺冠。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左中二号炸进啊，这个白球位置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好选球。两边中带。Extension。 右边就是花色。下来看左边14角度，可以先尝试挑一杆上方的10号球，然后右边6向上啊，右边9向上。这白球位置不算好，那就10号轻打进，再用9调一杆。太厚了。
下方红三还有一点点角度，这个力量要比较轻，白球才能尽量往左边少走一些。然后挑四，轻打，轻轻推，太后。这个球现在来看看花色的想法。拼球，破坏掉右边红三，打九直接左边，很薄。另外一个呢，打包边，白球轻轻撞进红三停带口，停带口就很容易漏左边四中带。10 seconds. Five, four, three. 没有传进。没传进的话，来看这杆下方有一颗红三，要很轻弹起四号左中，而且这个位置要打的稍微厚一点。推出来，那就是右下方没有挡啊，这个四号球右下是够的。打击看白球。这边来看啊，五号有继续。七的右中还是要留一点角度的。再来，中低杆啊，左边下来。继续推弹起右中，第十局，弗拉基米尔马胜，比分6-4。Thank you。第十一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
没有扎进。单色啊，传进，传进之后呢，来看这个白球，下方底带，直接五号，再来，看一下左边。这里边如果下方黑八左边够下的话，其实这个七前面打掉也是可以的啊，中带留一颗就行，尤其是右边的中带。好，上来二号打一半啊，右塞低杆吃库下来，黄一再调一杆，在第一杆向上，好，坐下，第十一局巴塞斯马潘迪胜，比分5-6。 Thank you。第十二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左边中带炸进，这杆还不错啊，比较好选球。上手单色是非常好选的，二三两边是够打的。好，看看想法这里啊，首先上手呢把七打了，然后上方呢再把五一这边做一个过渡，下来之后呢四号有个中带。四号左边中带呢，就可以再往下调。打后点，先下来，上方留两颗，那就是下方的二号这边三号来看一眼，中带是肯定没问题的，一推就可以钻缝隙过来了。
再推。下方来看一下红三，看白球啊。10 seconds. Extension. 右边可以继续蹬两库。啊，叫到这儿就只能往上推了。然后黄衣打右上，啊，右上，啊，这球还不直啊，有角度，看想法。高杆吃过下来，左下角黑八，从十五左边走。准一杆，打平。第十二局，巴塞斯马盘迪胜，比分6-6，开球请台。Thank you。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决胜局，弗拉基米尔马开球。过线不够。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You break， 重新开球，重新开球。决胜局，巴塞斯马潘迪开球。
左边中带炸进，上方有九，右中有红三。哎，看想法，这里边花色的话，十号右下是有的，选了单色。Seconds. Extension. Hong San. 打进。哎，再来看这位置啊，可以考虑把这边的七一二下来啊，其实这个位置把六把五打了都可以，右边下方就不留球了，后面直接把四号叫直，往后一缩呢就是缝隙之间，往前一推也是十一跟十四的缝隙之间。再来。黑八右下有就正常交位。看右上。左边中带还需要再调一杆啊，这上方不可能留一个黄一的。够直就第一杆回来，黄一左上底带再往下调。角度稍微有点大，那么中高杆右上方蹬两库啊，一点点右塞就可以中低杆，好，自然推下，弹起，尽量在十四的右边啊。其实这个位置，这个力量啊，不要太大。右下角，这场比赛呢是败部的比赛，输掉的球员会被淘汰掉。本场比赛结束，巴塞斯马潘迪胜，比分七比。那么恭喜来自于菲律宾的巴塞斯马潘迪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谢谢。来自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马，很遗憾被淘汰掉，下场比赛20点整，稍后见。